高雄气爆一年了，今天在去年的灾区国际商工气爆周年祈福会，勇敢走出希望。歌声中，高雄气爆的记忆涌上心头。那晚灾区乡亲一起经历了灾难，也一起感受到人间有爱。此次志工为乡亲举办气爆周年祈福会，当时用自家小货车协助就医的洪玉群也上台分享。但他更难忘的是慈济人的身影。我们烦恼三顿，巴肚枵的时阵就想着曾叔兄、曾吉聪叔兄、吉里长兄，都饭人吃，一顿哦，拢超四百至五百的便当。一斤两顿，加起哦，拢五百几个。祈福会上，莫拉克受灾乡亲也特地来献上祝福，而希望为乡亲尽心力的，还有国际商工的学生，他们亲手烘焙点心，要学习把慈济的爱延续下去。教导学生，你能够给的，你尽量去给，从给的当中，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爱，凝聚大家的力量，然后大家共聚在一起，然后当然也是回顾，也是在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往后的日子能够更平平安安。双手合十，唱出心中祝祷，走过气爆，相信更能体会世间无常，唯有爱能消弭灾难，也唯有爱的力量能引领受苦的人跨越悲伤，找回希望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